你们认为在整个实践商圈这一块，五到十分钟步行距离可以到的饮料店，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，你们要挑选哪一家饮料店，针对它做宣传、做推广，你们的营业额会是最高，让你有获胜的机会。给各位3分钟，用最直觉的方式讨论一下，确认。我们第一直觉是500之家，第一500之家的老板很亲切，很有亲和力。然后第二就是他就在学校门口，然后价位很便宜。对，第四。它的出餐比较快，可能首推是50元吧。我觉得我身边比较多人都是买50元，对。然后他们到那个，就是那个时间也是都蛮多人，而且他们速度也比52箱他们来得快。调查整个实践商圈饮料店的偏好度跟状况，问卷的内容全部都是请你们自己设计。你们可以自己决定，你们可以自己判断，包含了他们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，包含喜欢去哪一家店，消费时间是什么时候，请各位用这个问卷去找出来。下一个星期在投票结果结束之后，就会决定到底哪一组有优先挑选饮料店的权利。销售额哦，我是说单纯的销售额最高的那家店，数字高就赢。所以请你们想一下，如果你要慎选挑出来会让你们赢的店，你的问卷大概要有哪些内容？